第八百四十七集，长乐公伏批让十月统领一万多步骑兵讨伐慕容农。慕容农说：“十月有多勇善谋的显赫名声，如今不在南边抵御大军，却来到这里，这是畏惧燕王慕容垂而欺负他们肯定没做防备，可以使用计谋战胜他们。” 兵众们请求慕容农聚守猎人城。慕容农说：“善于用兵的人凝聚兵众，靠的是赢得人心，不是靠的别的什么东西。如今兴起义兵，只要是敌人就攻击，应当以山河作为城池。一个小小的猎人城，哪里值得聚守呢？”初七，十月抵达猎人城西。 慕容农让赵秋及参军齐无腾攻打十月的前锋部队，打败了他们。参军太原人赵谦向慕容农进言说：“十月的铠甲兵仗虽然精良，但人心惊恐畏惧，所以容易被击破，应该迅速攻击他们。”慕容农说：“他们的铠甲在身外，我们的铠甲在心里。白天交战。” 则士兵们看见他们表面上的精良装备，就会畏惧。不如等到晚上再攻击他们，必定取胜。慕容农命令士兵严阵以待，不得轻举妄动。十月修建栅栏自守。慕容农笑着对众将领说：“十月武器精良，兵力众多，不乘着刚刚抵达后的锐气攻击我们，反而建栅栏做防御。我知道他们。” 是没有能力进攻了。等到天黑以后，慕容农击鼓呼喊出发，在城西摆开战阵。衙门刘牧请求作为先锋攻击石月的栅栏。慕容农笑着说：“凡人见到美食，谁不想吃啊？怎么能够独自请求呢？然而你的勇猛锋锐是值得赞赏的，应当把先锋的军队优待给你。”于是。 刘牧就率领四百名勇士越过栅栏，冲入敌阵。前秦的军队惊慌溃逃，慕容农督率大军追击，击败了前秦的军队，并且斩杀了石越，把他的首级送到慕容垂那里。石越和毛当那都是前秦的勇猛战将，所以前秦王苻坚让他们辅佐两个儿子镇守。可是此后相继失败、死亡，导致人心骚动。 他们所在的地方出现了许多成群结队的盗贼。二十六日，后燕王慕容垂抵达邺城，改前秦建元二十年为后燕元年，官员服饰的颜色及朝廷礼仪全都一如旧制，任命从前的闽山公库官伟为左长史，从前的尚书段崇为右长史，荥阳人郑霍等人为从事中郎。 慕容农率领军队与慕容垂在邺城会合，慕容垂将他自称的官职正式授予给了他，立长子慕容宝为太子，封堂弟慕容拔等十七人以及外甥宇文叔、舅舅的儿子兰沈为王，其余的宗族亲属及有功之臣被封为公的有三十七人，被封为侯伯子男的有八十九人。 可足浑坛聚集到了两万兵众，攻打野王，攻了下来，又率领军队与慕容垂会合，攻打邺城。平佑以及他的弟弟平瑞平归，也率领数万兵众在邺城与慕容垂会合。长乐公伏丕派姜让谴责后燕王慕容垂，并且劝他说：“有过错而能够改正，如今还不晚。” 慕容垂说：“我承受了主上罕见的恩惠，所以想保全长乐宫，让他带领全部军队返回京师长安，然后我休整恢复国家的大业，与秦国永远皆为友好邻邦。为什么他不识时务，不将邺城归还给我呢？如果他再这样执迷不悟的话，我就应当动用全部兵力去攻打他。” 恐怕他想单身匹马逃窜求生，也是绝无可能的事情了。江让厉言正色地责备慕容垂说：“将军在自己的国家无处容身，投靠圣朝，燕国狭小的地域，难道能有你的份儿吗？主上与将军风俗不同，种族有异，然而却一见倾心，亲如一家，对您的宠待超过了功勋旧臣。” 自古君臣相遇，有像这样优厚的吗？一旦因为君主的军队遭受小小的失败，你马上就另有图谋。长乐公是主上的嫡传长子，接受分治一方、辅佐君王的重任，他难道能把百城之地拱手让给你吗？将军想背弃君主，可以大动兵威，哪里用得着说那么多话呢？ 只可惜，现在将军已经七十高龄，像被周武王杀掉的商纣一样，把头颅悬挂在白旗上。往日超越世俗的忠诚，反而要变成叛逆之鬼。慕容垂听完后沉默不语，周围的人请求杀掉江让，慕容垂说：“只是各为其主罢了，他犯了什么罪呀、啊？”于是对他以礼相待，还送他回去了。 并给伏披送信，给前秦王苻坚进上表彰陈述利害，请求送伏披返回长安。苻坚和伏披十分愤怒，回信痛切地责备了慕容垂。东晋燕阳将军刘牢之攻打前秦的谯城，攻了下来。桓冲派上庸太守郭宝攻打前秦的魏兴、上庸、新城三郡，攻了下来。 将军杨七进军占据了城固，攻击前秦凉州刺史潘猛，赶跑了他。杨七是杨亮的儿子。二十八日，后燕王慕容垂攻打邺城，攻下了外城。长乐公扶丕退守中城。关东六州的郡县大都送来人质，请求向后燕投降。二十九日，慕容垂任命陈留王慕容绍。 代理冀州刺史，驻扎在广阿。封城宣穆公桓冲听说谢玄等人建立了战功，自以为以前的话说错了，所以悔恨交加，逐渐酿成了疾病。二月二十七日，桓冲去世。朝廷议论要让谢玄出任荆江二州刺史。谢安自认为自己父子的名声职位太引人注目。 又害怕桓氏家族的人因为失掉职位而怀恨在心，于是就任命梁郡太守桓石敏为荆州刺史，河东太守桓石虔为豫州刺史，豫州刺史桓尹为江州刺史。后燕王慕容垂带领丁宁、乌桓的二十多万兵众，架设云梯，开挖地道，用来攻打邺城，没有攻下，于是就建筑包围攻势坚守。 分别将老弱兵众安置在肥乡，建筑新兴城，用来放置轻重装备。前秦征东府的官署们怀疑参军高泰是前燕的旧臣，怀有二心。高泰害怕了，与同军的余曹从事吴韶逃回渤海。吴韶说：“燕国的军队尽在肥乡，应该归附他们。”高泰说。 我们为的是躲避灾祸而已，离开一个君主，又去侍奉另一个君主，这是我不愿意干的事情。申少见到他后感叹地说：“离开与归附，全都依循一定的道理，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啊。”后燕范阳王慕容德攻击前秦的方头，攻了下来，设置了守卫力量后返回。 东燕人王燕占据着馆陶，声援叶中，鲜卑乌桓以及郡县的民众聚守勿保壁垒，不服从后燕的人尚有很多。后燕王慕容垂派太原王慕容凯与镇南将军陈留王慕容绍讨伐他们。慕容凯对慕容绍说：“鲜卑乌桓以及冀州的民众本来都是燕国的属臣。” 如今大业刚刚开始，人心尚未融洽，这就是导致小有不同的原因。只应该用仁义道德安抚他们，不能用威势震慑他们。我应当停留在一个地方，作为军队声威的根基。你去巡视安抚民众，移敌，向他们显示大义，他们就一定会听命服从你的。于是，慕容凯就驻扎在辟阳。 慕容绍率领数百骑兵前去劝说王燕，为他陈述祸福。王燕跟随慕容绍到慕容凯那里投降，于是鲜卑乌桓以及守卫在坞堡中的民众投降的有数十万人。慕容凯将其中的老弱者留下，设置地方官吏也安抚他们，派遣其中十多万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与王燕一起到邺城。 慕容垂十分高兴地说：“你们弟兄的才能，文武兼备，足以继承先王的事业。”